也感恩大家播出了宝贵的时间在这里陪我们一起欢庆很有感触很有感动的一天。在这里我想接着线上所有的人，你们可以帮我带一下我的企业导师 DDCK.com.tw 帮我写上感恩有您的多，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真的不可能走到今天。在我们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只要去找我的导师，找达豆，他一定给了我很多的方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才有今天的成绩。所以今天我想谢谢欧艺结晶商学院，如果没有他们，没有达豆，真的没有今天的尔雅。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最挺我的几个姐妹兼我的好伙伴，因为今天是他们挺着我走到今天，就是我的 Krista， 我的 Lily， 我的 Witness， 我的 Lin。 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所以今天谢谢你们。在这里呢，我想与大家一起庆祝我们今天一周年 Arya Phoenix 的生日。 Arya Phoenix 生日快乐。